跟你讲，股票市场现在高低起伏跌宕，你们今天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，可是我现在也没有钱，所以我也买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M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小 M 的投资股票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股票。很多朋友听到说股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，这样看起来危险吗？但是我今天要分享了一个叫佛系投资法。怎么样？佛系就是你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每天就这样放着，然后你也不要看，等时间到了就会领钱的，这叫佛系投资法。存股就把钱存在股票里面，哦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把钱放在股票里面，每年它配息给你，配息就是类似银行的利息。我们就是要去寻找是一些比较优质的股票，然后把你的钱存在里面。所以呢，像我这种早上可能就是会超过就是类似9点关门时间起床的朋友，我说啊，等一下，今天股票什么？哦，我都没在看，所以就是很佛系，就是很简单。每个月你就固定类似存2000、3000、5000。看自己，然后就这样存，然后每年时间一到呢，他就会把这个利息配给你，就是这样，就叫做存股哦，类似一个定存的概念。所以本人的口袋里面都没有现金，有没有存过来？就是还剩一些紧急备用金啊？哦，没有，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。为什么踏上这条路呢？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老师，他在上课的时候就分享说，大家薪水都22K， 那要怎么存钱？就每个月拨一点钱，然后就买股票。然后买了之后呢，隔年他就会配一个类似利息的叫股利的东西给你，这就是你的零用钱。老师讲的你就要听。在这边很重要是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影片发上去，如果被一些什么有在存股的人看到，他可能骂我。但是是我自己的想法，好不好？不用跟我。你跟着我也没用，没有前途的。我只是纯粹分享，就是我自己是没有在看价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存股的股票呢，基本上它的价位是不会一直大变动，就是不会一直高高低低，就是不让你心脏玩于消费车，不会，它就大概可能会误差也是会有，但是就小小，不会很严重。好，我的概念已经讲完了，存股到底哪些是存股呢？好，第一点，我们要一个很重要的是，它这个股票是不会倒的。哦，就类似比如说像中华电信，哦，你看比如说手机有中华电信，对不对？很多基地台都跟中华电信租的，所以中华电信呢就是一个比较不会突然出了什么大状况的一个股票。然后再来就是银行股有很多，这我就不举例了。每一只股票它现在价格是多少，它明年配了3%到5%或3%到6%不一定。哦，像以前中华电信一张是90几块，然后它每年是配4500这样子，哇，是很棒。那现在中华电信一张要107，然后之前最多是110几块，然后配的也是4000，好像4200吧。你看你的成本变这么多了，然后突然回来你的口袋里面钱变很少了。我太难了。我觉得这股票大家真的可以自己好好研究。我今天就不推荐股票，因为本人有加入一些股票社团里面。哇，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笨？然后呢？每个呼声就是很夸张，因为现在已经到达的就是这个疫情的时间，大家都知道银行股跟这个美国大选啊，然后你在政治啊，我跟你讲，股票市场现在高低起伏跌宕。你们今天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，我分享给你们，你们真的快去研究，因为现在真的是很低点，可是我现在也没有钱，所以我也买不了。可怜呢、啊。但是呢，我把分享了一下口袋里面有钱的朋友，真的现在超级棒，超级来得及，超级无敌爆炸来得及。今天看完这支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好，听完我的分享呢，也想加入的朋友们，如果还是有点不懂的，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个频道，叫做财鼠兄弟。老鼠怎么开户？它里面有教存股，每一家银行大概是配什么，它的表格都有写得很清楚。还有说什么是 ETF 呢？对，就是有一个是0050跟0056这两只股票号码，有一个银行，它把这些优质的股票，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客户的钱集中在一起去买哪里哪里买，然后再配息给大家。那时候0050他们在推荐的时候，我看的时候就70几块，我想说先不要买，因为有点高，因为0050的钱没那么贵。好，结果涨涨到80多，我就说不行，可恶，我少赚了10000块。好，那我就算，我就买，我想没关系，我放佛系投资嘛，就是可以是小燕佛系投资法。结果他就涨到90几块，然后我说哦好，我赚10000块卖掉。结果现在一百多块，好，我又少赚了，但是
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毕竟这种东西就是有赚就很开心的哈。我们就是我会保持这种心态。如果你今天真的怎么了，这个你就要放着，它就会自己再回来，这就是一个存股的概念。那如果它涨了，就看你要不要卖掉，就是看你自己，因为投资本来就是自己的想法很重要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你看到这个影片，你想要骂我的朋友，没关系，你就尽量骂吧，反正我用的钱也不是你口袋的钱。好了，谢谢，我希望我自己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。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很不错的话，想要知道说我到底是买了什么，我先看一下反应咯，我再分享咯。今天分享就先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呢财源滚滚来，好不好？财源滚滚，财源滚滚，谢谢大家，记得按赞分享以及订阅。那我们下次分享别的东西咯，拜拜。